你看他也刚加完，都是特斯拉的车，有没有看到？特斯拉交车，你看一大堆特斯拉开出来。我们今天要去看我们的那个包膜，这边的，这就是啊，这个伙伴的，这个三车。等下我们今天要交车，交电动车 Model Y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台湾交车是怎么样的流程。那我们就是简单的像买手机一样上网订一订，然后等一下交车，听说是直接在一个停车场里面拿钥匙就可以走了，所以跟一般买车不一样，我有专人介绍啊，我有什么还是绑个礼带啊，交车礼啊，什么都没有，那钥匙开了就可以走了，所以等一下再看看，看怎么交特斯拉。OK。刚刚先去付保险啊，保险完就可以签车了。签车完就有保险，保险可以先保也可以先不保。但有保险会比较好。电动车最主要是方便啊，它开车真的方便，它会颠覆你开油车的感觉，就是有点像在开那个玩具车一样，然后你随时想要加速，它就加速。蛮多朋友怕就是里程焦虑的，他们说里程焦虑就是可能我怕我电量不足啊，或干嘛。其实你规划你的时间。其实我觉得那会给你不一样的体验，像我们以前开车是会规划在哪里吃饭，在哪里充电，那其实会让你整个旅行的过程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啦。啊，但相对就是本来可能33个小时可以到的地方，你要大概抓5个小时，就是你会多抓一些时间，那你相对就让你自己的行程更放松一点。台湾地形的关系，你有时候可能跑去一些山上，你可能要稍微比较算一下，因为山上在台湾还是比较少有一些充电的地方了。这不是业配哦，这不是业配，但特斯拉其实真的还不错。虽然说我股票没有赚到钱，因为我没有买。那如果是一般南北来访，来往那个南北来访，哎，那叫什么？来回。哦，南北来回跟去花东地区其实不太需要担心，因为沿路上都有充电站那些的，就让你开车。几乎没有保养，以我开车的里程数，一年会帮我省十几万的油钱，然后保养也不太需要钱，因为它没什么东西可以换。对，但你就是要习惯还是要充电。那对我来讲是很方便，因为我家里如果有充电的，那我每天回家把那个插头拔充上去之后，其实我隔天起来车子就满了。Model Y 就是这两天交，今天是12月5号，12月6号，然后听说是昨天开始交车啦，我是排到今天，那刚好今天比较有时间。我有今天交车，哎，我开过头了，在那边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大家都在交车，有这个啦，有这个。他说贴在明显的地方是贴在头上，对不对？哇，大家来交车了。他现在帮我们擦干净，很快，整个交车流程大概5分钟吧，等下就可以把车子开走了。没有看过交车这么快的。签名确定车主资料，然后等一下去贴一下隔热纸，就这样，轻松搞定。终于是 owner。今天要去看我们的那个包膜特斯拉。我们今天是找台中的店家 Muse， 一个好朋友的店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我们台中。如果你在台中的话，可以来他们这边走一走。Muse， OK， Let's go。
Model X， 欧意门，我以前也买过。哦，我们老板的车在这边，这老板的车。哎，大哥。哎，吴老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车子在这边，有没有看到？黑色的已经开始了，包一半了啦。包一半再收尾，再收尾。再收尾了，你看。你喜欢我写我睡哦，要白，一黑一白，喜欢哪一台？黑色我是觉得黑色一定要包啦，因为黑色太容易割到，但白色的话就要再看一看。最难的就是这种收尾啦，收尾是最难的，你看，这种都还要收边，其实最难的就是技术，就是都在这边。但你包一包之后就都完全不怕割。那我们今天交车嘛啊、哦。给他压力，太硬了啦，还没啊，慢工出细，对啊，慢工出细，我们这样骑啊，你这样提早了这么多天，对啊，我才两天教他教车，太难了，这是我们好朋友好哥啊，镀膜跟包犀牛皮差别在哪里？保护性，他们这些客人就是看到这些东西，他就想说他要保护性好一点，他就会选择做骑犀牛皮，工作那两个做来不及。那台黑的很赶，那台黑的，我说谁叫你这么赶，就慢慢坐，那叫那个客人慢慢等就好了，叫他赶什么？你赶就应该叫他不要坐，叫他回家了。但那还是我的。我觉得要不要今天教一教？这样子礼拜六又要开回来啊！我想说给你塞那一下，不会，我还是回来啊，我就是怎么样的地方，我们回来再慢慢修。回来大概加水哦。这就是啊，这个换这每个颜色都不一样吗？每个都不一样，每个功能不一样，功能不一样，差别在哪里啊？像这个，它比较讲究是说，它蓝色就是要打侧面，然后这个打迎风面啊，因为这个你这个是都要手上，所以这个比较浓稠一点。镀膜完打的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呢、欸。有一些车没有镀膜可以打啊，有镀膜的车也可以用，因为它没有研磨。但是这个蛮贵的，所以在国外可以说是撑半年，可是进来台湾它的那个持久度，对啊，就是会影响。所以，哎、欸，那我镀完膜，就是镀完膜还是会打吗？那包犀牛皮的人，我有客人贴色膜贴犀牛皮，他还是可以用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研磨。那它住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冰的嘛，那你拿出来试用，它就化成油。那这些油涂在你的皮啊，涂在漆面上面，其实它就是消耗掉了，其实也没有差。所以我有些客人他回来的还是会涂涂啊，什么客人都有，反正这个东西功效都在。毕竟不是拿那个研磨的蜡去推客人，有贴膜的车所以其实都还好。你那个车我也帮你涂啊，那没差、啊。这是蛮厉害的、啊。这个出来它就开始慢慢才开始融化。对啊，所以一定要放在里面。来这边包犀牛皮啊，豪哥来，豪哥带饮料来了。你看来这边包模洗车，还有饮料喝多好。好，老板要去辛苦了，两天后见，两天后见，好不好？第二，哎，他要去买。谢豪哥，拜拜。我之前都会来台中这边，就把车丢了，他就帮我洗洗，我们再过来签。所以洗车镀膜在台中的方便。OK， 走吧。开嘛？对啊。啊，关嘞？关啊。你看，伊嘛是安尼啊。你就进去，你对对对，他会自己关了、啊。对，但就是要轻轻的关，袂使想遐大力，吼，袂使想遐大力。人家大力。今天而已啊，你明天你就这样子啊。